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頭場賽事四班一六五零，大熱係一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光輝歲月咧就慢咗噶，前面快噶嘛，見到中間有吉祥寶啦，中嚟跑噶啦，第二位噶嘛，外邊就喜勝威龍啊，埋邊第三係勁進區啊，出邊第四紅衫咪閃亮老窩啦，中間第五吉祥寶啦，內欄第六係獵景追飛啊，出邊紫色衫尾五健康之星會唔會走咧？尾四係掌聲啊，後邊三隻香港精神光輝歲月啊，暫時墊後仍。而係嗰只波爾多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尾接近呢個六百啦，陸續光芒仲係佔先嘅。見到第二位就喜勝威龍啊，第三位埋邊啊勁進區啦，中間有吉祥寶啊，出邊啊閃亮老窩、健康之星、紫色衫、紫色眼罩開始喺外邊踩油啦。馬林中間仲係掌聲，亦都移出去外邊啊。內欄尾四獵景追飛後邊三隻香港精神光輝歲月啊，包尾嘅就係波爾多嚟㗎。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咁陸續光芒已經係透出㗎啦。外邊一鼓作氣冚上嚟㗎嘛，有健康之星，中間係喜勝威龍啊。入邊啊，勁進區最出仲係隻掌聲啊！最後百零米，健康之星外邊透出咗噶啦，中間係喜勝威龍啊，出邊有掌聲，入邊打上嚟仲係隻勁進區，最後一百米到，健康之星外邊仲係一路佔先嘅，外邊掌聲追咗上嚟，第三咧都好近噶，喜勝威龍同埋入邊勁進區亦都需要影相啊！結果頭場賽事開始喺六百踩油噶，外邊九號呢只健康之星走先，出邊追上嚟係掌聲啊，第三名咧要影喎，埋邊勁進區。中間仲係喜勝威龍，就相當接近。